可是呢，我觉得康仔让大家很敬佩的是呢，不止这个很谦虚、努力、孜孜学习不倦之外呢，你还很认真在学做人哎、欸。因为我刚刚看到说，你每天都跟妈妈撒奶哦，撒娇，然后呢是希望能够变成这个儿子眼中的好爸爸，变成是一个很好的情人，对不对？这个我不，所以恭喜恭喜啊！这个我不敢说，因为好不好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妈妈说我不能说我自己好，儿子说了算，女朋友说了算。那对我每一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过去我房隔壁房间摸摸我妈妈的面，捏捏她的脸。然后，对这个我的朋友被说，其他的朋友都这三个兄弟都很难理，他们都很难理解。哦，你怎么会跟你妈像对呀、啊，那个关系那么密切，那么好，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香港一些媒体的，他们可能露出去的，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饭，自己家人吃饭，我妈都在，因为所以我妈已经跟我的朋友打成一片，都无所谓。已经是变成那个你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左右手的，对了，然后照片都看得到苏妈妈，对对，所以然后我，你说做人方面，我觉得因为做了46年的人，在这个圈子打滚了29年，是毕竟很多事情你会变得是可能想法会扭曲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我跟我另外一半也是非常喜爱时尚的人，但是那个追求要到哪里了，这个要学习，所以这个是人生的大道理。我觉得你真的整个在人生现在想法上面真的转变变好大哦。对呀、啊，也许他刚刚我一上去跟这个康仔对 round down 啊，他就看到我就马上跟我握手，我想说哇天王哎，主动就屈起来说啊关，不敢，今天麻烦你了，对不对？阿仔、啊，你今年有打算要结婚吗？待会给你回答。哎，对不起哦，不好意思哦。别怕，待会你们都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尽管来问。OK， 所以呢，大家哈，等一下就是哈，磨刀霍霍啊，就不过还是要稍微手下留情一下啊。你会炸我吗？不用手下留情。哦，不用手下留情。尽管来。OK， 就 No mercy， 直接就过来，对了。我什么风浪没见过。29年的人生不是白过，入行经历。我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敢回来砍。okay、结婚我不敢砍。对，跳出来。我算是什么男人？对。跳出来得到大家的祝福了，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们给这个苏永康的一个最热情、最窝明的掌声。希望他不止事业能顺利，人生也能够非常非常的顺利，好不好？但是呢，提到这一次新专辑，哎，一定要聊到你，人缘很好哎、欸，好多好朋友，重量级的创作人都来帮你助阵，帮你演 MV， 帮你导 MV 哎、欸。对，因为这个大家看到，如果说拿到那个专辑，是我感谢了很多的人。因为MV 这一次我都找别人来拍的，对呀、啊，不主角，有影后、影帝，还有黑人来插画，黑人来插画，对，当然小西哥要帮忙了，对不对？老实说，我拍的 MV 谁看啊？就是吸收了去年前两年那个。那谁那个广东的歌曲，那个 MV 很厉害。因为那个 MV， 我邀请了一个舞台剧的演员梁祝尧，他在香港是在舞台剧上面是很有地位的，厉害的。那他演得很好。那如果说没有他演的话，我相信没有接近800万的点击率。太厉害了。如果说我演的话，少一个零吧。80万是吗？所以我想。吸收了这个那个想法之后，我觉得往后我的 MV 可能就找朋友来拍，那我自己对个嘴就好了。OK， 我以为是担心未婚，是简单很多。OK， 我以为你是担心未婚妻的想法，想说有一些你知道比较亲密的戏不能够自己来啊，就给黑人来嘛，反正黑人跟范范。对，是责任朋友来扛了，对不对？这自己的话还是那个洁身自爱一点的好啊。没有，只是真的是从那个方向来想，因为我能演的朋友演出能演的朋友都很多，而且我。
我在这个专辑当中也写了，亲笔写了一个字，就是说28是我秀兰的福气。嗯，很多朋友一下子一个电话就答应演出了，答应帮忙，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福气。